JJ 跳梦幻阵容出演的电影《外星家人》13日举办试映会，已经是第二次合作的柳俊烈和金泰梨，两个人的默契，光靠眼神就 OK。준열 오빠랑은그냥눈만마주쳐도뭔생각을하는지한 80-90% 는맞출수있을정도로굉장히어떤경지에도달했다 그래서 네의지의차원을넘어서서진짜뭔가전우같은느낌도들고너무동지고친구고너무사랑하는배우입니다그리고유준열씨의액션을这部从高丽时代开始到现代的外星人追逐战，如果演员们某天真的遇到外星人出没的话，생각도했는데아무래도좀어렸을때그좀가족이같이나서면저는일단우리외계인영화를다같이찍은우리선배님들과오빠들과감독님과저기제작사분들께전화를돌리면서아니외계인이나타났대요 술도한잔하고그세계종말을좀기다릴것같은데요这反映整个真实又可爱，而这也是金宇彬暌违6年重返大荧幕。在复出之后，他也不忘提醒大家。그리고바쁘시더라도건강검진빼놓지마시고꼭건강유의하셨으면좋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건강꼭챙기시고요네